他问我说这样对不对。基本上就是以他这个弹琴的年资来讲，已经算不错，他很用功了。对，那至于说里面什么东西，我就是是蹦赞赞，对，反正这样一看他是不错，一看就是他是蛮用功这样练的，但是你一看也知道他也是就是比较属于生疏一点，就属于你弹熟了以后就很自然的这样的，甚至于要连这个和弦换和弦都不要管它呢，你一直弹这一小节，就这样弹它呢。然后这个，然后我不是讲嘛，尽量用到那个用嘴巴就对了。你比如说我最近不是弹那个什么这个什么那个。滴滴滴答滴答答答，滴滴答答咪。对，他一直哆来手哆，一直练习这样的。嗦咪咪咪发咪瑞啦啦，西西西啦嗦咪。就这样练他，用尽量用到嘴巴，懂吗？你一定要像他们这个，不要在那边苦练就对了。我觉得如果你不动到嘴巴，你只在那边苦练，蛮辛苦，很辛苦啊，这样。所以我一直举这个例子啊，那个像这个美辰啊，美辰你们可以把它当作榜样在看的嘛。对，你美辰弹琴的时间的话，也大概就跟那个跟你们都差不多呢，跟那个刚刚我介绍那个叫什么，那个我看一下这个，他叫就是Angela 好像是。因为他的中文的话，我就写郭什么东西的郭一农这个，所以用英文，因为我这个中文还分没办法输进去呢，所以只能用中文英文输了 Angela 发号输一点这样。这个对，学他这样子，就嘴巴尽量动到嘴巴。啊，这是改进的，对的。哦，这是这样就对的，对。我跟你讲，就是有些和弦对不对啊？像尤其是咪啊，咪大和弦是很麻烦，有时候啊要上去对，临时你平常如果练不够的话，你根本找不到位置嘛。当你和弦找不到位置的时候啊，
但是你又在那边就在那边表演，又在弹给人家弹，对不对？你不要为了这个这边这和弦找了半死，对不对？像这个你就停在这边没关系，就这样咪，不要转位，你知道吗？不是什么都要一定规规矩矩转位，你知道吗？你没有转位也是照一样啊，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噔噔滴噔，噔噔滴噔滴噔，都不要动它，就在固定的嘞。你如果转不过来，一样嘞。啊，注意啊，这个和弦要稍微花点心神在这上，咪升收西瑞咪 seven 啊，不太好弹，就是。噔噔滴噔滴噔。那你有的时候啊，就是一指琴转一指琴，有的时候二指琴你转不过来，就是你突然转不过来，就一指琴，对不对？也不用太老实就对了，老实一定要转这个一转二，你转不过来的时候，你就一转一，不是很熟吗？尤其是 B minor 这种东西的时候，你就全部啊，全部用练个一指琴也可以，因为有些是比较，比如说像 D 和弦呐、E 和弦呐、A 和弦呐。又是转上去跑到黑键来的，你就临时转不过来，就是你就转一转一也可以啊，懂吧？原则上就是你一定要把持住就对，那个拍子啊稳稳的，不要卡在那边的嘛，卡在那边然后停了很久，练的这样不好。好吧，再看一遍来，像你们这些我都会做成你们的资料夹，你们自己看。现在进步了，这样稍微改过来了，对，很好。这样就对了，就打弹错了，咪的，为了弹这个转位就弹错了，根本不要转。就也就是说，就是你们弹的时候，有比如像这个好了，假如说 Do seven， 那转位糟糕了，怎么转呢？你就不要管它，就是原来你会弹这个就弹这个，你不要为了这个转这个糟糕摆了，你光是花这个时间，花很多时间在这上面，就是西和弦对 seven， 当你 seven 的时候，你有时候不需要去练那个什么转位啊，这种比如平常比较少的这种，你记住啊，左手你就是尽量啊，当你比如像你刚刚弹 Do seven 啊什么东西的，对不对？你们就在那边找了半天，这样没有关系，你更不要理它。左手尽量用这个保持原来的形状呢。你当你转不动的时候呢，你就全部用一指琴了，就一指琴对一指琴也可以，懂吗？一指琴对一指琴，不一定要转位啊。
你要熟练为主，但右手的话，右手就当然是没办法，你一定要补一下子这样子，对。好吧，这样不错了，很好。哦，他还另外一篇叫什么？反正就是弹琴就是这样的，你一直慢慢慢慢的，尽量动到嘴巴就对了。像他这样比较蛮有，他自己会比较有乐趣的嘛。他今天如果不用不动到嘴巴，对不对？然后一直苦苦的练，那保证了弹不了多久，就不想弹了这样子。然后再看他另外一个他，哎，他是，哦，他好像还弄了一首叫《斯巴鲁》，哎呦，还问我，这是以前的，对，这是以前的，他另外一个《斯巴鲁》好像是。其实像你们这样弹，我当时旁观者看起来也是很难过，就对了。你们怎么弹呢？就是，你先把这个，他问我说哆啦瑞索对不对？对啊，哆瑞咪瑞咪嗦咪瑞哆瑞啦，哆瑞咪瑞咪嗦啦嗦咪瑞哆瑞。很明显的，这个我手上也没谱的。可能凭着印象，不是凭着旋律啊，你就抖发抖手这样套上去了，然后还是要回到这个，我一直强调 ，stride 的是万能的呢，就一拍一拍这样，哆哆瑞咪瑞咪嗦咪瑞哆瑞啦，发和弦，哆瑞咪瑞咪嗦啦嗦咪瑞哆瑞，收和弦。哆瑞咪瑞咪嗦啦嗦咪瑞哆啦，哆瑞咪瑞咪嗦啦嗦咪瑞哆瑞，哆哆啦嗦啦嗦咪咪嗦咪瑞咪瑞哆瑞，哆哆。哒哒哒哒，滴答滴答。好，就是这样子。你嘴巴、去哼它，然后和弦用 stride， 永远记住、你就是用 stride 是万能的，这样子一拍一拍打啊、然后你自己在唱的时候，对不对？你可以，你如果你程度够的时候，你就知道，就大概你大概程度如果能够到这个。像刚刚那个谢谢你这种和弦进行，他们懂得有概念之后，对不对？他们就知道大概怎么配和弦了。可能是还是要，比如说先把谱写出来或怎样的，再把它套上去。所以你就这样你写完之后套上去，你会发现抖发抖手就三个和弦。到了后面这个 A prime 的时候，就是哆啦瑞索之类的这样套进去，这样的，而不要像这样很辛苦啊！你还要一边弹一边那个。那个又你看啊，你这个就是，不要像你这样弹一边弹一边唱的，那很。因为你既然能够挑这首歌，表示你这个旋律应该这首歌你一定很喜欢嘛。那你应该就是你应该会哼一点的，对不对？然后就是哆瑞咪瑞咪嗦咪瑞哆瑞啦，这样自己甚至于写个谱都没关系的。哆瑞咪瑞咪嗦咪瑞哆瑞啦，哆瑞咪瑞咪嗦啦嗦咪瑞哆瑞，懂吧？这样唱，你不要看着谱哦。这谱这样弄得很辛苦啊！我看你们这样方法是，
这样子也是不对的呢，就是压和弦的拍子，假如你连琴都不弹，对不对哈？你一定先自己嘴那个打拍子嘛，哆瑞哆瑞咪瑞咪嗦咪瑞哆瑞啦，哆瑞咪瑞咪嗦啦嗦咪瑞哆瑞，哎，这样像先把它唱的那个拍子大概是这个样子，然后再最好是要写个谱了，然后就很清楚的啊。然后你不要因为你因为你，我相信你如果不弹琴的时候，你唱的时候应该唱的会比较好一点，比较准。你们因为又要弹琴，又要那个，这样就不对的。你所以说你不要想要从不熟歌想要从弹琴，对不对？然后把它弄成那个好像很先由弹琴弄成对的呢，这都是一般错误的。每个人就是这个想要用靠琴，对不对？然后把这个拍子弹回来，这样是不对的呢。因为弹琴平常讲是蛮最后的，那是最后，你已经和弦也熟了，旋律也熟了，和这样子最后才去弹呢。弹琴是最困难的呢，嗯，你不要想要用靠弹琴把你修正过来，而是你要唱把它修正过来，拍子先唱准了，然后再把琴弹准了，好吧？大家我这个很重要的这些东西，你们去体会一下的，看一下这个，今天这个，像 Doris， 对，新人今天新人很多，这个对了，刚刚我不是讲了一半的那个像新人叫什么 Angela， 对不对？好像被我讲了一下子，好像哎从此消失掉了呢。其实也没什么，我觉得好像他们是说我讲的太重了，我也没讲的很重啊，因为我是说我本来就是这样，你比如他弹这个。他问我说：“这样子，他能够有这种精神已经很不错了。但是呢，你要弹这种拍子啊，你一定要站，你先有这种点在里面呢，然后再去弹，那才有意义呢。不然的，就照着我这样弹，就好像你们都是每次都是练啊，我都很复杂，噼里啪啦这样每个音去弹，是没有用的，懂吗？这样是弹是没有用的，好吧？你就好比刚刚他弹论把也是一样，论把，对，然后找那个歌来练习，这样就对了，好吧？我们就再看一下这个 Doris。像 Doris 这样练就对了，这样就对了。对，这样就对了，对，弦很好，这样就这样练法就对了。这样对，先用唱的，然后唱准的拍子，唱准的这样的，然后再去弹，最后再去弹，然后看他写的谱啊，他也是表示他以前很少在写谱这样的。咪哆咪咪瑞哆瑞咪哆拉咪咪哆瑞瑞，这样这边就错掉了，对不对？咪哆瑞，那这样子看起来只有三拍而已呢。你看这边一拍半，这边一拍半，加起来三拍，所以这很明显写错了呢。咪哆瑞瑞哆啦哆啦哆西，对，和弦还写的不错，拉手发咪拉手发咪瑞发瑞发西咪西咪非常好啊。咪哆咪哆咪咪，你看像这种都写错了呢。这边呢，这种写法都是咪咪两拍，变成给人家这种感觉是三拍呢。瑞哆瑞咪哆拉咪，
咪嗦咪嗦啦哆咪瑞哆啦，这和弦就是稍微这里面有点小哆啦瑞嗦，这我是觉得这个好了，这个和弦这样写就稍微有一点哆啦瑞咪啦啊，稍微这样改一下。那重点是你错在这个这个写这个，等一下我看看有人写出来，我给你看一下的，我看你回去看一下，我看看这个不知道今天有没有人写这个不过基本上这个 Doris 你这样就对了，这样练习法就对了，对，非常好，这样练很好，对，用嘴先唱手，对，先不要弹，因为你们现在距离弹的时候距离还是蛮遥远的了，你弹的时候啊，就是反正就是你们再去弹就很难，就看起来很难过就对了，就好比哎，我看看 Gloria 有没有。一弹就完蛋了的，就弹起来就是像这种拍子啊，其实它是属于三个音的系统的，而不能够用那个喳喳吱喳喳，那个变成四个音的系统。那可是大部分90%的人啊，都是弹到这种拍子去，那就失掉那个，失掉那种有点这种拍子是属于那种，这种拍子其实你看起来很轻松，其实它不是很好弹的，它是属于那种 blues 的感觉 ，slow blues 就。有点摇摆的感觉，它是属于三个音的系统，那个，所以你们要弹出来也是弹好，真正也不容易的事情了，不容易的事情。所以说，也先不要去弹它了，一弹就完蛋了呢。这个就是我到目前为止啊，就即使是高级班那些，也没有人弹好过的，就是因为你弹不出那味道出来，你如果你就。这是有那种噔噔噔噔噔噔噔，有那种 swing 的感觉，然后那个是前长后短，结果你们都会弹到这个四，就是就正常就是一般所谓我们流行歌曲都是四分之四那种单单单单单那种弹，那味道完全没有了，所以我反而不建议你们就是。你都弹好，我到目前为止还没看到这个弹好的人，对，即使很会弹的人也是一样，就是还是弹不出那味道出来的。好吧，我重点是你们练习 stride 像这个刚刚一直讲的 Doris 这样练就对了，也先用嘴巴唱，不要弹了，一弹就完蛋了这样。然后还要谱改一下。对吧，一弹就变成正拍那种，就是对滴咚滴滴，就是滴咚，你们都正拍的滴咚滴滴，就是滴咚哒哒哒哒哒哒哒滴，就是有一点，你每一拍你们都改成三，就是三个点的系统，这样弹。好了，我们看一下这个
格鲁亚，格鲁亚还另外一片，也是。我说五个礼拜，对不对？五个礼拜已经客气了，你要弹出那我很难，你知道吗？好，再继续加油。好，看看交易交易。